家好，欢迎收看爱情魔导师爱姬的麻辣真心话。我是一手论两性，一手写情欲的两性作家爱姬。今天爱姬要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是，爱冷了怎么办？能让感情升温的七件事。其实爱姬结婚十多年来，常常有人问我，怎么样能够维持良好的夫妻关系呢？我觉得要一直爱一个人，维持热恋的温度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在生活当中，其实我们都可以运用一些小技巧，让我们的感情可以升温。今天爱姬就要跟你分享，怎么样让感情升温的七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无预期的贴心惊喜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比较平淡，会希望能够制造一些惊喜。那这个惊喜呢，也不见得是要准备多么贵重的礼物，也许是生活当中你留下了一张 I love you 的小纸条。或是我也曾经有一次吃了一间很好吃的便当，我就会心血来潮外带一个送去我老公的公司。像这样很贴心的小惊喜，在生活当中其实都会让对方觉得你很在乎他，也觉得很感动的哦。第二件事，一起从事某个活动。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，你们可以规划一个两个人都有兴趣的活动。例如有一段日子呢，我会跟我的先生一起去骑脚踏车，或者一起去户外走走，去抓宝可梦等等。当然这个事情最好是两个人可以互相聊天互动，而不是一直滑手机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可以找到一件事情，两个人都共同有兴趣，然后有频率的去执行它，就会觉得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在这个活动当中会慢慢的升温哦。第三件事，共同规划一次旅游。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旅游的人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旅游呢？我觉得除非你的伴侣是一个很糟糕的旅伴，否则两个人共同规划一次旅游，一起规划，一起执行，而且到当地可以享受当地的美食，你会觉得生活非常的美好，很轻松，也在美食和美景的影响下，甚至觉得对方都变得更可爱了。我认为共同规划一次旅游其实是非常的重要。第四件事，偶尔回味陈年往事。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等到老了才回忆过去的事情，我们常常都会在生活当中稍微回味一下，哎，我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，那时候的你对我怎么样呢？我觉得偶尔和你的伴侣回味一下过去的往事也是非常甜蜜美好的，甚至看看以前一起拍过的照片，一起想想当初我们是怎么样爱上对方的，我觉得这都是在生活当中可以让我们感情更增温的小事情哦。第五件事，带对方再次认识你。其实不管两个人再怎么熟悉，我相信对方的过去也是有一部分你不曾参与的，所以我可能会带他去我以前就读的学校，在海外留学的学校等等，甚至我有时候会跟他分享我小时候的作文画作，让他觉得说，哇，原来你的过去是这个样子的，好有趣哦。所以我相信你们都一定有一些彼此不太认识的地方，不曾接触过的过去，可以想办法让他接触一下过去的你，好像重新再次认识你一样的新鲜。第六件事，保持肢体亲密接触。我觉得情人夫妻之间保持肢体的亲密互动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可能会设计一些每天的例行功课，例如他上下班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一个拥抱，或者早上的时候他也会用一个亲吻唤醒我。我觉得像这样子很甜蜜的小细节，就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觉得我和对方还有一些很亲密的感觉。所以老夫老妻不应该是因为熟悉而疏远，而是因为熟悉而更亲密。第七件事，讨论对未来的想象。能和你的伴侣讨论一下对未来的想象也是非常重要，表示彼此的心中都有对方。所以我可能会跟我的伴侣讨论一下，也许过几年我们要换一台新车，或是过几年
我们要去哪里旅游。这个计划也许不是十年后、二十年后那么遥远的事情，但是都会让他觉得在不远的未来，我还有在他的未来规划蓝图里面，这不是很棒的一件事吗？以上就是艾姬今天要和你分享的，爱冷了怎么办？能让感情升温的七件事。我觉得两个人相处、相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需要缘分的相聚，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珍惜你身边的伴侣。如果觉得有时候爱好像冷却了，不要担心，两个人可以一起找出解决之道，让爱再次升温。以上就是艾姬今天跟你分享的爱情魔导师艾姬的麻辣真心话，我们下次见。